下那个同修他是老是莫名其妙发脾气，是不是身上也应该是？不知道。应该写给他念小房子。两种都有可能，火气太大，火旺太高，肝火太郁啊，还有长期的忧郁，还有经常碰到不开心的事情都会有，还有嘛就是灵性在身上。好了。啊，就是心里不开心，那也是，还是没有放下，是那意思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